Hello，我是 Kai，欢迎回来《Stardew Valley》第27集。又一段时间没有玩这款游戏了，我觉得这个系列对我来说是艰难曲折，应该这样讲吗？还是曲折多难？就是，之前也是停了一段好一阵子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也是差不多也有一两个星期没有玩了吧。不过呢，我还是很感谢了，就是一直都会有人时不时会问我到底几时才会出新肉骨。哦，有东西，黑利吗？我什么啊？我时常都要就是去清理 cushion 下面的东西，沙发吗？还是什么？这个星期到你了，哈哈，两姐妹生气了。你很什么啊？小很幼稚啊，说他。然后我在这个家都做了大部分的东西，你也知道的。哈哈，哦，是那个新来的，他有一个名字，你也知道。哼，这个应该是黑莉的事件吧？I bet you will understand。我相信你会明白，就是我的观点。他觉得很无奈，就是把我也掺进来。黑莉在就是 complain 啊，因为他叫他去清东西。当然是。Why not have this be your one weekly job? Take the high。第二个吧。Side。哈哈。这样讲会怎样呢？All right, you win，就是你赢了。我认为这个是我每个星期可以做的工作了，这样应该没有理由再狡辩了吧？谢谢你，凯，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法。我觉得选第一个坑死了。第一个是说直接叫他做，另外一个就是叫 Emily 做，哈哈。那刚才呢，我们就提到了关于这个系列的东西。要说观看次数的话，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啦。不过在之前我玩回的时候，我觉得按赞的人还是算蛮多的，这也是我继续玩下去的其中一个动力啦，哈哈。因为这个游戏呢，它不像平常那些 RPG 游戏，就是你玩了就可以直接的，就是分享。而我的录制方法就好像方舟 Minecraft 一样咯。就是玩了几个小时，有时候会消耗比较久的时间才会出到一集，所以现在的话还是不定时的分享啦。不过可能我一个星期出一两集这样吧，尽量。我们这个 hops 终于有了，现在来放一放进去吧，这个可以做久的。Queen of Sauce，今天有什么啊？哈哈。到底它是什么鬼来？每次我都留意，好像它好像一个螃蟹的样子。Maple bus，凤的什么东西？Maple 是凤吧？不过 bar 是什么？好像一个方块这样的东西吗？突然想到一样东西，就是在新肉谷，它不像牧场物语，牧场物语是会有就是比赛。将这些牛奶啊，就是牛或者是羊毛变成金色，我觉得如果有金色，真的是会很好看。哈，可惜在这里是没有。这个 hops 是不是每天都有呢？昨天才拿到了哦，感觉好像是哦。今天有幸15号，Kent 哦，那个新来的，他说什么？我要给我妻子一个 star fruit。OK。然后就是问我有没有中，如果有就给他了。OK，给他。哦，就是这个大了吗？哦，怪不得有任务了，而且他的就是这个成长的样子很特别，就是好像还没完全大完，不过一拿却是一个这样大的星星啊，有九了，终于看到了这样的 pure ale。继续的买农作物来种，这次我要种应该是这个了，因为其他东西
都要花很长时间了。我们的夏天都到了15号，这个的话它需要9天，可以来买多一只这个羊啊，还是要买猪？先买羊了，猪很贵啊。sheep，因为现在才有一只，买多一只两只比较好了。名字是什么我都忘记了，哔哩哔哩呃这样叫吗？还是哔哩吧嘞？不过没关系啦，也是可以改一改。哔哩一，哈哈，重复了它的名字。啊，就是这样了，改一改了。比利二，比利金，应该叫比利金比较好。啊，Ken 哥在不在？Ken 哥，哈，没有看到哦。啊，是你吗？是啦，竟然躲在这边。他衣服好像有换了，给他。不要让 Jody 知道。看起来非常的 juicy。哈哈，就是很多汁嘛，他很喜欢，谢谢你，500块入手，哇，什么？他竟然叫一个冰似的星星，他是冰来的是吗？这个 Ken，今天一开始就不知道是什么，地面换掉了，来问看料，你觉得我选的这个新的这个地面如何？哈哈。他说什么？非常高兴。他的鞋子，这么一讲的鞋子，孩子应该是还没大了。不过，因为之前他一大了嘞，那个墙壁换掉，现在是没有了。我们的绵羊终于大了，可以来试试看了。他的确是有，就是体型方面啊比较肥。来看一下，哦。剪了之后，其实不会说很明显看到它没有毛，也是白白这样。原来拿到的东西跟兔子一样的，艺术书终于到了，哈哈。啊，其实有时候来到沙漠是没有这些椰子或者是那个什么这个仙人掌，我以为每次一定有，哈哈。所以500块来到这里，如果没有的话是觉得。很浪费一下，炸一炸你啦，妈咪！哇哇哇，我自己都炸到，哎呀，没有丝咩？不是可以炸到它了咩？炸一炸这里，很鬼多石头，啊，连自己都炸到，哦，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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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危险了这里，哦，攻击力，攻击加气，HP 五。而且还有一个新的什么戒指，很久没有升级了，因为很多东西都很高等了，除了钓鱼了，哈。哦哟，baby 大了哦，竟然这样，我还以为什么东西，一开始在这里哦，可以给到他东西吗？现在不清楚，全家人都是绿色的衣服，哈哈，非常夸张啊，竟然有信哦，什么啊？Demetrius。他在这里做一个研究，找到一种特别的鱼，希望你觉得很有趣。Bream 嘛，竟然有这样的，会不会是因为我的那个爱心高的关系，所以他给我？诶，Birthday 啊，今天他好像是我刚才那个对话，真的哇，今天是他生日哇，一下加这样多。原来生日奖很多了哦，你看，本来 Robin 是排最高的，差不多，没想到 Sam 现在一下加了这样多，哼哼，拍张照片，今天也有信吗？关于什么的？哦，哦，这次是 Shane 哦，他教我一个新的东西，陌生的面包嘛，他是说在杂志那边发现的，然后觉得很有趣。如果，哈，如果呢，就是他要我做出来，然后让他尝试一下，哈哈，不懂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哇，好像也蛮快一下，我这个毛，几天罢了就有回了。我们今天来买猪，哈哈，终于有个猪了，猪啊，在马来文算是脏话这样的，哈哈，RBE。OK，有一样东西我完全没有试过，就是这个种草。
之前有朋友也是说过叫我种来看看，我就试看了，听说好像可以一种很多一些，来吧，是不是可以直接的在这里种呢？哦，看一下到底会如何？哎，它是一个，哎，那个鸡子去刺我，是不是不太好嘞？哎呦，顶，我觉得要等他们就是回去了才种，看一下第二天会不会一下子。出很多，或者等一下我再种看。啊，终于看到猪了，哇，这个猪很瘦啊，到底它有什么用呢？我还没去研究，是不是可以拿猪奶那些？猪奶就没有了，在我查阅了之后，它是会给我们一种叫 truffle 的东西，中文松露，到底是什么鬼来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 baby 真的是乱，到处乱走啊，这里它也来。然后他对画画有兴趣，天生是个艺术家。来种种这个季节没有种过的这个小麦呀、啊。那其实现在家里农作物的数量算是非常的多，你看一堆，这里也是一堆，加上这个 hops 啊这些啊，每天都可以拿到的。所以我就是在想啊，在这个游戏的后期，是不是？就是玩家会将每一样东西都放在这些箱呢，还是直接卖比较好嘞？之前我也是讲过，就是计算要计算那个到底要放什么进去好赚一点。不过我还是还没认真的去研究了，所以现在是考虑着放进去的确是好赚的，只是你要等一下咯。只是如果你要大量的放啊。就要很多个箱，接下来呢，这一边你看我已经开始在放这里了，可能这一边也会发展成好像这边这样。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看到之前我种的树，几乎呢都差不多长完出来了，哈，有一些还是很小棵，我不懂为什么了，可能真的是要等很久很久，还是它非常的随机。不过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啦，尤其是在上面这边，也就是它会挡住我的视线哦。这一带，我觉得这里可能要删掉了，这一边有点难看啊。这些东西完全就是要经过很前面才看到。这种酒其实都蛮好卖一下，Pale Ale，虽然它不是，它有点跟原本那个黄色那个不像了。这个有点像山寨的，哈哈，翻版的酒，不过也 OK 了。像现在我这样赚，一次都赚10K。我每次看到这个形状都觉得很好笑，这 baby 它这样往后的时候，非常的 cute，adorable。哇，今天又有信了，最近这样的信哦。哇，一直教我东西的这个 shit，哇，它有事吗？它 no，OK。也是讲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在杂志发现的。这个叫 Pepper Bubble，哦，难道是跟到？难道是这个东西做出来了？Hot Paper，我们就先玩到这里吧。夏天21号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欢迎你按个赞，Subscribe。我也是希望自己一个星期内可以出2集了，尽量了。好的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拜拜，各位。